各位善知识，妙法莲华经今天就开始要入文解释，请各位打开经本，先看着书迷上的科判，先把科判弄清楚。这个科判就是明朝末偶一大师所编的，就是根据偶一大师的法华经会议里面的科判呢，把它编在这里啊。那么会议就是会天台的法华文具等的意义而改写的属于天台一家的这个著作啊。那么现在就是根据这个会议的科判呢，把它编在这个书迷上啊。那科判开始说，将是此经大文为二，将要解释这一部法华经啊，文字很多啊，近7万字。那么顺着这个文字解释啊，分为两大科啊，第一题目，第二入文。题目有三啊，那么在解释题目方面有三段。一经题，经题就是妙法莲华经五个字的题目。解释妙法莲华经五个字的题目啊，就是解释经题。在智者大师的全部的法华经选义就是解释这个经题的啊。那么我们这次讲啊，在开头第一天也略略的说过了。第二议题就是说明翻译的历史，同时说明关于这一部经传来中国啊，那么有三次的翻译。那么现在我们讲的本子啊，是邀请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所翻译的。这个翻译的历史前面也讲过了。第三品题，这一部经7卷有28品啊，古代对法华经的分卷呢、多少有点不同。根据唐朝金溪瞻然大师的法华经大义，那个时候这个法华经的卷书啊是分为8卷的，不晓得为什么后来又分成7卷了。所以在藏经里面的法华经大义啊，还是越8卷而来说明的。所谓卷呢，从前的经文都是好像这个现在的画子一样，好像那个画很长的纸啊，很长的啊。那么他这个要看的时候，一卷一卷打开来啊，竖展开来，看完了又把它卷起来，所以古代的书啊都称为一卷啊，卷一卷二，第一卷第二卷是这样子。那么现在的书啊，以现代的科学方法在印啊，那么都用这个装订成册，所以现在的书是算一册两册啊。例如说一本书是一册精装瓶装，古代都是现装，那么很早就成为装订成册了。但是这个卷呢，还是保留住从前古代的那一种的说法，还是称为一卷两卷，实际上已经是一册两册。不过它这个卷呢、不能太多啊，大概顶多是10000多字就要成一卷，再多的话就太大了啊，那么也不好保留。
但是这个车速啊就可以厚，那么因此啊纵然可以装订乘车呀，还是有的时候会把三卷五卷呢、啊、装订成为一车，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卷还是保留住的。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法华经现在讲的是分作七卷的，那么七卷的经里面呢一共有28品，当中现在开始讲的是第一品，续品第一，那么这就是第三品题啊，有28品都讲到每一品的开头的时候啊才解释这个品题，而现在刚刚要讲第一品，就得先把第一品的品题啊来加以说明，就是续品第一。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法华经续品的续啊跟原来的那个续字写的不一样，写法不一样，您对照上面的科判就可以知道，上面的科判例如说入文为三以下一通序啊、那个通序的序啊就是原来法华经的续品的续字，原来法华经的续品的续字啊都是用那个字，而这一部法华经妙法莲华经续品的续啊又写成普通一般啊，叙述的叙啊，但是这两个字啊是通用的，两个字相通的啊。不过普通一般的经文呢、啊，都是用那个上面那个通叙的叙，写现在经本里面的这个叙字啊比较少的，这可能当时写经或者是排版的时候啊，就顺着世间的习惯用上这个续字，而上面的科判还是根据会议里面的原文呢、啊，用原来的续字。所以这两个续字是相通的，都是文体的名称啊。例如说书，差不多每一部书啊开头都有续，例如这个《法华经》前面。由道玄律师，唐朝道玄律师的这个《法华经弘传序》啊，那么这都是先提示全经的大意，序在开头啊，让人一见就知道这一部经的内容的大概。那么现在这个序分呢、啊，就是叙述本经的开端。所以续品第一下面有小注啊，经文里面有小注八个字啊，那么这个八个字就是开发正宗之端序也，这八个字啊就是解释这个续分啊。为什么叫做续品呢？这个续品啊就是开发正宗分的啊端序，端序啊端就是例如说这个诗的头端啊，例如说出这个禅诗，出禅诗把这个端序找出来呀、啊、才能够把整个禅诗抽下来啊，所以凡是开头啊都叫做序啊，端序就是这一部经的开头，这一部经的开头的通序别序都由这一品经里面说到，所以叫做通序啊，就是也是包含别序，开发正宗的端序，正宗分就由这一序分呢、啊、而开发出来的。那么什么叫做序呢？藕益大师在会议里面解释说，皆为宾主问答，通通都很详细，按照次序一步一段一段的把它叙述出来，很清楚啊、成为下面正宗的开端，所以叫做续品。而这个续啊，按照这部经的通序啊、跟别序合并起来说明啊，有三种意义。第一，次序，一开头用五种正性啊，就是六种成就的前五段
信文实主处啊，来证明这部经是佛说的啊，使人生起信心。那么这啊，连带后边的听众就是六种成就，以六种成就的次序排列出来，证明这部经是佛说，使人生起信心，那就叫做次序。一部经的开头次序。接下去佛要说经之前，放光现瑞，那个瑞相啊有六段六种瑞相，所以放光现出六种的瑞相，成为这部经的开端，那就叫做游序，因由的由，由这个佛放光现出六种瑞相的因由啊，而开发出这一部经的正宗的因缘，所以这就叫做由序。六种瑞相就是这一部经的由序，这是第二种意义。佛放光现出六瑞之后啊，接下去有弥勒菩萨领众升起种种疑问，那么请问文殊菩萨，那么有文殊大夫啊，后段由弥勒文殊的问答启发这一部经的正宗，那就叫做叙述啊，叙述，叙述出这部经要正说之前的文殊弥勒的问答，那个问答就是本经的叙述啊。这个正宗要说之前，叙述出当时听众的疑问，彼此的问答情况，那就叫做叙述。所以这个叙啊，有三种意义，就是次序、由序、叙述，有这三种意义。如果以清朝初的那个打天通理大师的法华执掌的解释，他也是说走三种意义，不过他这个名称稍微不同啊。第一，他叫做序列啊，就是开头把这个六种成就啊，说法的主人与听众等依报正报的种种道理啊，当时说法的地方就是灵鹫山啊，这个是依报，说法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跟当时的听众一一把它列出来啊，把这个次第顺序的排列出来，这就是第一前面的这个次序啊，那么这里就叫做序列，次按照次第啊顺序把它列出六种成就来，那就叫做序列。第二种啊，说明这一部经的兴起啊，这个发起的因缘，教化的缘由，那就叫做叙述啊，那么就是前面的由序，他把它改作叙述啊。那么后边的问答啊，因出正宗啊，执掌里面就叫做叙因，由这个序头因出后边的正宗，这也是一种说法，文词不同啊，内容是相同的，但是古代的注解呀，它往往总是自己有独立一个，自己有一套啊，没有自己的一套不敢著作啊，那么虽然是说的跟古人差不多，那么他有另外一种说法把它表达出来啊，那么这是法华执掌里面的解释，这是对于序的意义大致明白了。其次说到那个品，品啊，印度话叫做拔句，翻成中国话呀，或者翻作品，或者翻作类，或者翻作去，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文字，把它合并起来成为一篇，那就叫做拔句，就是一品了，一品、一份、一类啊，这都叫做品，都叫做拔句啊。把这一类的文字，把它按照次序写出来，成为一篇的这个序评，那就叫做品的意义啊。那么每一品啊，
古代的文章它都不会离题的，按照这个，例如说续评，这个续评里面的内容啊，必定是讲续分的，啊，那么它不会把其他的文字混合在里面，所以续评就叙述全经的缘由啊，序头都在这里面了，所以叫做续评。这部经分为二十八品，现在这个续品是第一品啊，第是次第，按照品目的顺序啊，这是第一品，一是开头啊，因此叫做续品第一啊，就是开发正宗之端序啊。所有的法经啊，如果有分份分品的，究竟是谁分呢？是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的品目，还是后人才定的？这倒不一定。例如我们现在法华经的二十八品啊，在经文里面写明的可以看出，知道佛说那部经的时候就有这个题目的，像这个药王菩萨本誓品，药王菩萨本誓品里面经文里面就写明有这个文字，那么这是显示当时佛说法的时候就有这个品名了。还有提婆达多品，经文里面也写明的有说到提婆达多品，可见这两品经文呢是佛说经的时候就有这个品目了。那么其他的经文的品目啊，没有写明记载在经文里面，很可能啊是结集的时候，结集经藏的时候，偏集这一部经的人把它加上去的啊，那么就是结集经藏的主编的人把这个每一品的品目啊把它加上去。而现在开头的这个第一品续品啊，这可能是经已经编好以后啊后人才加进去的，因为他在编这一部经的时候结集的时候啊，未必当时就有这个品目啊，续评的品目，只是把这个序文写在前面而已了啊，但是后来又成为一部书啊，那后边的都有品目，而开头没有品目，这样子就不够整齐了。那么后人呢，把它编成书本的时候啊，那么开头的这个续品的名目啊，才把它安上去啊。有人说，也可能翻译的人呢、啊，才把它加上去的，这个都不得而知。上面就是关于题目方面了、啊。该补充的就说到这里为止。第二方面评一下呀，每一个品目都要等到当评的开头啊才讲，不能在这个时候提早说明啊、那么这只是先把这个续评说明而已了，下面呢就是正入文解释了。看住上面的这个科判啊、那续评接下来啊入文为三，看这个谜啊、书谜上面的科判啊。入文为三，就是要说这个《法华经》的正文，入于正文的解释啊。全部经文啊，虽然它已经分有二十八品，可是越它的意义来分别啊，这个二十八品是不够表达的。那么因此按照智者大师的这个文句啊，重新把它定下科判啊。那么这个科判的次序啊，就用十天干、十二地支啊、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用这个二十二个支啊来做这个子母科的次序。例如第一个大科就是甲，甲科再分出来的就是乙，一再分的就是丙，这样子一直按照顺序分下去。现在就是把这个全部经文把它分成三段啊、这个跟普通一般的序正流通三份呢、啊、有不大一样啊、这个先把这个科判呢、啊、先列出来。
甲字下第一，通序基本两门；甲字下第二，别说基本两门；甲字下第三，流通基本两门。《法华经》里面讲的道理呀，不出全实本寂这四个字，《法华经》的前半部超过半部的文字啊，是属于说寂门的开权显实。寂门的开权显实就是指释迦牟尼佛这一世出现世间的化迹，应化的事迹啊。后半部就是从地涌出瓶受量瓶啊，主要的就是说佛久释迦牟尼佛久远界前呐、老早就已经成佛了，不是这一生才成佛的。那就叫做最早成佛的根本，那叫做显本啊。所以寂门开权显实，后边的本门从地涌出瓶受量瓶，这是本门。本门是开尽显缘，开显出最近这一生成佛呀，是示现的事迹，在尘点界前呢、老早就成佛了啊、显出这个最早成佛的根本，那个叫做显本啊、也叫做开尽显缘。那么因此这部经就有寂门跟本门两大类，寂门跟本门两大类。但是这个前后的序跟流通啊，有通序基本两门的，由后边的流通基本两门的，而中间的基门本门各个由序正流通三份，基门也由序份正中份流通份，本门也由序份正中份流通份，不过那个序只是发起序，发起因缘的发起序啊、通序这个正信虚啊，就是开头的通序基本两门就是说完了。因为有这种特殊的情况啊，所以这个科判就分为基门跟本门两类。那么因此这个总大科呀，就是分为通序基本两门，这就是通序正信虚，就是六种成就啊。这一科只是六种成就，别说基本两门了、里面就有序的发起序，正宗基本的正宗啊，还有基门的流通，本门的流通，各个有三份，所以叫做别说基本两门。后边八品经从第二十一品以下啊，如来神力品以下呀，一直到普贤菩萨欠发品的这个后边八品经，那是通途流通基本两门的，所以那就叫做第三段流通基本两门，不但是流通基门，也流通本门的教理，所以叫做流通基本两门那么因此科判跟普通一般的三份不一样啊，所以特别要注意到啊。这只是智者大师在文句里面呢一种科判，另外还有啊月前经分序分正中分流通分三分的那种的分法呀，以经文来说一般人比较难以了解，所以还是越这个基本两门的分法呀容易懂啊。那么把这个大纲一下子就提示出来了，所以偶一大师的会议啊，就是根据这种的基本两门的分发，那个原来按照序正流通三分的分发呀不用了，那个不用，就保存在文句的原文里面的啊。分科个人的看法不同，有多种的分发，像这个华严经
清凉国师注解华严经华严大疏啊，他对这个华严经八十卷华严的分科，他有好多种的分法，有十种的科判，那不同的说法更多了，讲起来更烦。那么这一部经里面呢，按照智者大师的原来的解释，最起码有两种的大科的分法，现在只用一种，另外还有一种啊，在这个文具里面呢，我们现在不提出来说，因为我们初学的人说的太多繁杂了，反而难懂啊。那么现在就按照这个三个科判呢，就是讲第一，通序基本两门，夹制下第一。通序基本两门呢、从这个如是我闻以下啊，一直到第五面，第五面的第三行，各礼佛足，退坐一面到第三行的退坐一面，到这里为止，就是通序基本两门的经文，就是第一科通序基本两门，也就是六种正信系，六种成就啊，六种成就啊，就说到这里。而十四尊四众围绕以下呀，一直到常不清菩萨品第二十，那就是别说基本两门，这就是进门三分，本门三分都在这里。第三，流通基本两门，就是从如来神力品第二十一以下，一直到普贤菩萨现法品第二十八，就是第二十一到第二十八这八品经，那就是第三科流通基本两门，流通基本两门啊。那么这是全部经的大科的科办了。现在就讲第一，就是通序啊，通序基本两门。通序基本两门文字有两页多啊，分两科，阅这个六种成就啊，前五种为一段，后第六种为一段，就是通序基本两门分两科，看着那个名义上的科判那么夹制下来就是一了，一文法实出文法实出啊，看那个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七舍取三中，这一段就是五种成就了。五种成就就是闻法的地方跟时间，这叫做闻法实处，也就是前五四正信啊，就是信闻识足处都在这里了。下面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以下，一直到退坐一面，那是第二段文持之半，文持之半，同文众受持佛法的同伴，就是听众了啊。结集的人，结集的阿难尊者，他说出当时同文众同受持法华经的同伴啊，那么就是下面的声闻啦、菩萨、天龙八部啊，这些都是闻持之伴，就是第六众成就啊。现在就按照经文呢，先说第一科啊，这个经文每一科的这个每一段的小科呀，都在经文旁边有小字的科判。经文旁边有小字的科判都可以对照得出来，总科在书迷上面，小科每一段经文的小科就在经文的旁边用小字。例如说现在要讲的这个通系基本两门的第一科一字像文法实出，那么就在如是我闻的旁边呢，就有写这个小字一文法实出啊。那么看着下面接下去呢，一直到这个与大比丘众前面的这个七舍说七舍区三中啊，到这个中字为止，这就是第一科文法实出
啊，那么鱼字以下呀就是第二科了。那么第二科大科在上面，这旁边的是小科。按照这个甲乙丙丁一直算下去，这个小科已经到庚子了，到庚子啊。就是显示上面还有好多的大科呀，都排在这个书名上面，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的。那么一直到这一页的翻过去啊。现在就先讲第一科，文法实出。这个时候真正要入文了，就是按照这个经文来解释。如是两个字啊，就是性神性成就，六种成就的性成就。我闻两个字就是第二闻成就，一时两个字就是第三时成就，佛这个字就是第四说法主成就，能说法的主人啊，说法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这就是说法主成就。住王舍城七舍举三中，这是第五说法的处所成就，说法的地点呢、说明这部经在哪里说的，这是第五，就是性闻识主处六种成就的前五种。下面这个闻识之半呢、就是第六众成就，那众成就众成就很多了啊、那么现在就按照这个次序啊来先说明，先讲第一性成就。如是两个字就是性成就。现在先顺着经文呢、做消文释义的简单解释。那么关于这个如是两个字啊，有三种意义，约三种意义来说明。第一，如是两个字是信顺之词，信顺之词。凡是啊，信可以相信的，就是这个样子，没有错，可以相信，那就文字上就写作如是，如是就是表示可以相信，不能相信，不是这个样子，那就叫做不如是。啊，为什么把六种成就的第一就是性成就摆在最前面呢？因为佛法如大海啊，唯性方能入，性为第一，性最重要。所以华严经说性为道源功德母啊，信心啊为众道之源功德之母，要成就世出世间一切功德都要靠信心，有信心啊才能成就种种的道业，为众道之源也为功德之母啊，要造成一切功德都靠这个信心，没有信心一切不能成就的，必定要信啊。所以讲这个信字在佛法上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啊。假如对于佛法没有信心的人，你跟他说的再多他也不会接受。有些学问家研究学问的，他甚至能够把整个啊佛法的三藏教典研究的很多很多，懂得很多，可是他对于佛法未必有信心啊，因为他不是以宗教的立场啊，有修学佛法的立场啊来研究佛法，他是把佛法呀拿来当作一种学问研究的。这种研究佛法把它当作学问研究的人呢、他未必能够信心，能够对佛法有信心啊。古代有些那些大文学家佛经看得很多，但是你问问他信不信佛呀，不见得他就信佛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假如对佛法没有信心，你跟他说的再多也没用啊。所以入佛法第一要有信，
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说啊，入佛的法海呀、啊、要有信心啊，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有信心才能入于佛法的大海，好像到了宝山呢、啊，有信手才能拿东西一样，有信就好像人有手，到了宝山能够把这个宝啊带回去。如果没有信心啊，那是听到宝山空回首的啊、甚至他手带出去他没有信心吗？看看就回来了，一点也没带回来啊、所以信为能入，智为能度，有智慧啊才能度过佛的大法海，所以学习佛法要智慧如海啊、那么因此第一就是讲这个信啊、所以这个如是啊就是信顺之词，相信嘛，哦，如是没错，道理就是这个样子啊、这是第一个道理，第一个说法。第二，如是两个字啊可以看作许可之词，许可啊啊、准许的许，认可的可啊、为什么叫做许可之词呢？佛地经论里面这样说，他说佛灭度以后，在毗婆罗窟结集经藏的时候啊，正在结集的时候，所有在会的菩萨罗汉都对这个结集的这个主啊、主结集的人就是阿难呢 啊就跟他说，如汝所闻呢、啊、当如是说，大家对阿难尊者要求说，你应当啊照你自己所听到的把它说出来，意思就是说你当时在佛的面前听到佛说的法呀，你要按照佛所说的一字不漏一字不加不增不减的按照原来佛说的法呀照说出来，如是而说，照他原来的文字说出来，不能加一个字，不能少一个字，这才是活佛结集的真理啊、当时所有的大众向阿难要求啊、那么阿难就答复说，如是当说呀，如我所闻。对了，你大家的要求如是没错，道理就这样子，我应当要这样说，如是如佛所说，我应当这样说，如我所闻，按照我当时听佛所说的，我不会增加一个字，不会少了一个字，就是如瓶泻水呀、当时佛摆进我的脑子里面去的多少佛法，我一字不漏的通通把它泄出来搬出来啊，不会增加一个字，绝对不会参加我阿难的意思在里面，就是佛当时所说的少说不误，一字不增一字不减，这才够老实啊，才是规规矩矩的翻译，不像现代人呐、把这个文言文的经文把它翻成白话呀、他没有按照经文的原文翻译呀、他随着他自己的意思主观来翻译，他自己想到的也把它加进去了，这真是啊，不应该有的，就是不老实，不老实的翻译，有人把这个《楞严经》翻成白话，我看到这个序文一开头就觉得这个人不老实，因为经文里面并没有说阿难在当时正出国，经文没有这个说。可是他一开头翻译阿难在七十的那段情况的啊，这个遭难的情况啊，他就说阿难只是出国的圣人而已，这是多大的错误啊，很不老实，因为经文里面没有出国两个字，而他翻的人呢、白话也不应该加上这两个字，完全不老实啊，这就是不如是说，不如是翻，这是有过失的，所以翻译佛经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此当时鸠摩罗什三藏他把所有翻译的工作做完了，将要入灭了啊、要入灭了，他就发愿，他说我来这边翻译佛经，
假如我犯错了，有一个错的，那我死掉之后火花呀，我这全身就化成灰啊。如果我所翻译的佛经没有一点错的，完全合乎佛的正义啊，没有违背佛的意义，那我完全翻对了，那我火化之后啊，色根不坏。果然呐、啊，他入灭之后啊，土逼火化，火化之后全身化成灰啊，就是他的这个舌头啊，碎迹还是软软的，跟棉花一样红红的，很轻啊，跟原来活着的时候完全一样。这就证明啊，鸠摩罗什所翻译的佛经一点没错。完全按照佛意把它翻出来的。我讲经有的时候啊，我会保留一点留到后边讲，我前面讲鸠摩罗什我这个话没讲哈，有没有讲啊？没有，我这个时候才把它讲。为什么留到这个时候讲啊？有道理的，有用处啊。所以这个讲经凑故事啊，也要会啊、配合的好。假如没有配合好啊，那个故事变成没有用的，是多余的，也不能说是没有范围的摸刷索啊，好像是没有路啊乱跑，这个不像话。讲经不是这样子，必定要有组织，按照次序来啊。这就是翻译的人啊，他当时按照佛所说的啊，遵照所有当时翻译场里所有的大众的意义啊的希望，说你只要按照佛当时怎么讲你就怎么讲，不能增加哟，更不能减少哦，这只有阿难才有办法，我们都做不到的啊。那么因此这就是第二如是的意义啊，许可之词。许可呀，就是当时结集的大众向结集的主结集者阿难啊，向他要求你要按照佛当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所以叫做许可之词。第三止罚之词，如是两个字啊，是止罚之词，指下面一部《法华经》啊，如是两个字指下文，指下文。我们平常对文字上啊，往往把这个如是两个字，或者是指前文或者指后文这种的用途最多。如是两个字这种的用途最多，前面两种用途啊，只在这个序分里用，其他的地方不大能用。那么这个止罚之词呢，后边还有好多都是要用上的。那么现在这个如是两个字啊，就是指下面的经文。结集的人他就说，如是一部《法华经》，是我阿难亲耳所闻，这就连带下面我闻两个字来解释啊，意思才能表达出来。说如是一部《法华经》，是我阿难亲闻佛说啊，就是如下文所说的，我一字不增一字不减的就这样子教说。所以如是是指法之词，就指下面的经文啊。按照原文呢、啊、我当时佛说的一把它说出来，所以叫做指法之词啊。这就是第一啊，这个如是两个字的解释，我们希望。